不敲枪不枪说死了啊，两个拉拉手向后转，现在拉车起步走。干啥呢你啊，你不要他坐，你那恐怕是个坏蛋，不让你坐，不然拉一下车车的干啥，你拉着拉一下干啥，你就是刷刀刷的口，还要说到脚底像什么惩罚的，不然起步走，拉上面的车。我现在要你拉，你要是再不拉，那个不行了。我他就是不吃亏。他把你两下叫你老家伙喂，一二一二，别笑，再怕把你屁股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老子不放，你也不放，你真不放。拿来，不然我就开枪了啊！